假吧，啊在海边，那天我折腾了，折腾完就回来，再心脏再不好。这几没年事儿，我就自己去的。我老娘86岁，我来回带着，是不是？冬天三亚舒服是吧？冬天上三亚也就像上阵似的，啊，哎，水压也不高了，也挺好气候的。啊，哎，对对，冬天三亚是这个舒服，嗯，但夏天这个温度高，确实。你是我从为什么说冬天上三亚，夏天上五大连池呢？对，这是最活出个质量的。对，我们那天去那个泉子，然后跟大哥一块儿，就是有一个那个大姐吧，就说，就我们这岁数啊，这不哪舒服往哪去呀，啊，还固定在哪儿吗？还买什么房子？他就这样说呀。你知道为啥吗？嗯，这个孩子长大了，多少这些年，手凉了、热了、干活疲劳了，多少都有点毛病，风湿啥的。到三亚去什么气管的是最好的，他也这也。负氧离子高，等五大连池负氧离子更高。对，我多人少我看那个就是这个数据统那个显示啊，确实它跟那个海南对三亚还有说那个海南其他地方，就是植被比较这个多嘛，然后它负氧离子也是很高，就是这边也跟那边是不差啥的。对，挺好。对，挺好。这个温度来了。我夏天从来没感受过这么舒服的温度，真的。多待几天，两周吧。然后这个晚上不用开空调，不用开风扇，还得盖着被子。盖被。就这种状态，我天哪！完了，空气特别好。对，空气质量好。对。而且，就是你，咱说环境好不好，在外边你这就能看得出来。那个小菜园子旁边都有那种小动物在。在跑，那是小松鼠啊，还是啥呀？松鼠，对对，我从来没见过的。保住它嘛，身体可好了。对对。完了之后，那个饭的菜啥的比咱们做的还全，整的全。对。咱不会长那么多。完了还不贵，来年的话我们就住这个楼上，打算自己做。对，这不是老板吗？这老板就在这儿啊。说什么呢？就说。这些呢，就是考虑到，哎，自己来了方便，愿意动弹的，对，就坐一坐。你像有些呢，人家就是说，就是想玩，不想做了，哎，对，就不想做饭，就是不想做。哎，他就是上楼上，完了我们这个呢，就是安排像他们这样的，对，哎，就是，对，坐楼下，自个儿捅咕做点饭，对对。反正咱说了，在经济上多少省一点吧，自个做怎么样，也比我那吃那个，哎，你说那个东西可不一定啊，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比你还浪费呢。那不是说浪费，但是说呢，他有爱好什么的，咱们尽量呢。就是满足嘛。其实不管是自己做也好，或者说这个管吃也好，就是各有利弊。我觉得就各有利弊啊，你不能说是绝对的都它全部优势，全部说没有这个缺点啥的，是吧？对对啊，这个泡完泉的回来吃现成的啊，不累，还能吃好几个菜，你可以选好几个菜吃。对，你这个回来你还得现买，挺疲劳。对对对，挺疲劳。来年我也不想自己整。这天好，三叔回来可累了啊。你那不是那你。你们要都不整了，我这房子不租不出去了。不是不是，给的有爱好的，有泡泉子的，来就我得你啊，对，两方面都得关照一下，关照老板的生意。你俩他们做的伙食啥特别好，那个特比咱做的还好。您过来到这儿泡泉泡几次？28次了。28次。我买30岁还有2次呢，明天就得买了。啊，今天这不一天没泡吗？对，今天那个天气不是太好。一定要天气。每次泡多久？泡一次是20分钟到25分钟。哇，我那出来以后呢，他就拔寒气，像拔冻梨一样，出来就搁那晒，那不有石楼吗？对对。跟那大夫避暑是吧？都趴在石楼上，对，完了之后晒热了出汗了，完再下第二水。等到最后那水的时候，出来的出大汗。他这样是把你病气给你逼出来了，增加你免疫力。对对，我那天跟大哥一块儿去体验了一下泡泡脚，哇，那个水是真凉啊！我的天哪，但是你泡里边一会儿之后了，你感觉就慢慢的2-3分钟，对，不动了。啊，对对对，真是那么回事。天天的加凉。
啊，就没有感觉了。对，啊，就不那么凉。对对对，手也是，脚也是，头都是一样的。对你还别说，就是泡完之后，就是真有那种就轻快感。这啊，真的是有那种轻快感。你要是泡全身，你想一想呢？全身都松快。我刚才我还去打球了呢，身体啊，小伙子出的汗。我刚才打了一个小时球，带着乒乓球来的。啊，乒乓球啊，带着拍子来，挺好挺好。对，我老家是河南的，啊，河南的。你看长得多帅吗？不是说的，没看着过松鼠啥的。啊，对对对对。这里遍地都是，挺好。对，我说挺好，来好，上来的人吧，都要活个生活质量。啊，对。啊，你想你在家的话，你觉得没啥大病，你不来。其实到这来的人呢，就是也有就健康了。那就是啊，我们说这个是不是就是都是身体不舒服过来？他我好好的，我啊我来我健康量健康疗泡泡吧，他就这样说。提升了免疫力。对，嗯，提升免疫力挺好。嗯，我觉得我泡完以后就脚轻下了。走，我泡完三水以后，我得上那北泉子打水嘛。嗯。北泉你也去了吧？啊，去了。比南泉子也挺远。对，打完水还得拎着奶壶回来呢。你要是身体不好，泡完三水了就疲劳了，完了之后你再拎水你都拎不动。嗯，对。我觉得我今年争取100水。100水。现在这不刚这刚七月吗？对，还有8月9月是吧？还有一整个。